happen. This is not a Christmas. This is not a Christmas song. This is not a Christmas. This is not a Christmas song. 今天是云林县政府针对111年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一个成果展啊，还有我们的5年以上的志工，以及我们啊65岁以上的志工的一个表扬典礼。那我们不只是颁发奖状哈，来以资鼓励，更感谢所有志工长期以来投入啊社区关怀据点的一个啊服务哈。我想在这个部分哈，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所有志工啊，可以说是无私的奉献哈，为我们呢这些长辈哈啊来守护，尽一份心力啊来服务大家。那同时呢，云林县政府从107年开始哦，那当时我们107年的时候，我们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只有62处，那这几年来到目前为止，成长到156处哦，可以说是加倍的成长哈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向中央争取的经费哦，从1138万哈，到现在啊，成长到1亿哦。啊，1亿800多万哈，那我想这是一个10倍以上的成长，表示呢我们对于长辈的这个社会福利，还有对于长辈的这个照顾，可以说是啊加倍的用心了哈。Those are the memories I still remember.